早安呢、啊，早安呢、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昕，我是米菲。哇，这个黄色的皮卡丘是谁呢？嗨，哦，大家好，是鹿呢，鹿。哎呦 ，Sorry。哇，这个拿铁剑砍有点痛。换空拳好了。哇，鹿，你知道吗？上礼拜自从找了这个，不是上礼拜找了羽毛之后，我就突然很想找你来呀、啊。嗯，我们好久不见嘞。真的，这个自从我没有去找阿神之后，就没有再看到鹿跟羽毛了。遥远的距离啊，不过其实要找他，随时都可以找，很方便。嗯，对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带鹿来，又来到这个海岛，可是我自己有盖一些东西在村庄耶，是不是要先回去村庄比较好啊，米菲？好啊，回去看一趟吧。好哦，那我们要怎么走呢？哎、欸，不是有一个路吗？对啊，地狱门在哪里？哎、欸，啊，这边有地狱门，在哪里呢？不是在一个地方吗？啊，米菲怎么马上就忘记了？哎呦，哦，这里啊，我刚那边站半天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这个洞是之前米菲挖矿的地方哦。啊，哎、欸，是吗？我直接废物利用。哦，原来是废物的部分啦，是不是？因为我懒得把洞补起来，所以干脆就放地狱门了。哦，哎，有一只水母，哎，米菲，米菲上上，啊，可是我没有那个咻咻咻的，什么？你没有咻咻咻了吗？那我们要怎么带路啊？我们带咻咻咻的，就悟性带路啊。哦，是吗？可是大家都可以带路吧？还是路要带路？好，我带路，来交给我。要给我真的知道路吗？跟着火把走、欸、啊，没有错啊，没有啊，他死了耶、yeah 欸、我捡到什么东西？火药 nice， 刚好有火药，交给我，我带路，我带路耶、yeah、啊，话说回来、哎、熟门熟路，怎么啦？今天我们一样要回答观众问题，米菲你有决定好了吗？哦，有啊，就是那个啊。哪个问题啊？就那个、啊、你知道的啊。观众有什么问题？就是啊，对啦，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后如果有想要找表单的位置呢，就是通常在影片下方或者是去我的社群那边就可以点开来了，就不用再问我说要去哪里找了，就在那个位置。好哦。好，然后这次大家问的问题是米菲跟悟昕是怎么认识的？应该是透过巧克力吧？哎、欸，是巧克力吗？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啊，要不要先带路看一下村庄啊？可以啊，可以啊。很久很久以前，对，很久以前。带路看村庄。路来到了村庄，你第一件发现的事情，你印象最深刻的这个村庄是什么？超多村民。哦，终于不是注意到米菲饭店了。啊、哦，看到了，我看到他一个粉红色的不明条状物。哎、欸，这个很漂亮哎、欸。少女心饭店的这个我无法理解。啊，好大一个哦，真的超大一个，是不是？然后这里除了村民很多，铁巨人也很多哦，像是。这个村民的人民公蛇现在里面有几只啊？哦、哇，其实已经少很多了啊！哎、欸，对，少好多哦。原本这一整排全部都是里面密不透风都是铁巨人，你完全看不到床。啊，怎么这么多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只？哎、欸，我在猜是因为之前我们的米菲一直在 SM 这些村民。耶、yeah ，就是村民如果他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召唤一只铁巨人。哦，原来如此。所以玩家去打铁，打村民也算是威胁啦。啊、哦，是不是？然后上一次跟羽毛跑去挑战这个坏村民，我们就抢了他的棋子来。啊哈，这个脸都非常特别。哎，鹿友在玩、哦，看到了，1.14吗？1.14，哎，算有吧。啊、哦，可是我就是盖盖房子、挖挖矿而已，这样算有吗？哎，这样这里是有啊，我们跟米菲才玩个十几二十集，啊、uh-huh. 还没有全部玩完啦。然后、米菲，你要来介绍一下你这个奇特的饭店吗？
哦，还要再介绍吗？来看一下啊，哦、来介绍是不是？来来来来，二楼，请上二楼。OK， 二楼我们是爱丽丝风格的花园餐厅。哦，哇，怎么多了蛋糕？我有点饿嘞，我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哦，桌上的都可以吃啊。你说直接吃蛋糕吗？有啦有啦，我可以给你食物啦。OK， 谢啦。我有这个包了奶油馅的烤马铃薯。哦，拜拜拜拜，超多的。OK， 是不是？然后这里餐厅有这个 menu 哦。啊，我们有非常多的菜色，甚至还有隐藏版菜色烤米菲可以吃啊。明明就是烤乌心，大家都说想吃乌心哦。有吗？哎、啊，五和牛。可是我的米菲常常踩在那个火炉上，很想要烤米菲啊。那是不小心的。为什么要请脱裤在入内啊？啊，你要看这个，这个是请脱鞋，那个是请脱裤，两个不一样。那为什么要脱裤呢？因为可以让你放风自由，就是意思说这边很隐私，就是不会有人进来这样。脱裤啊，那、啊、就阿神模拟器啦，哎、欸，我进去当一下哦。好好好，脱裤子。阿神模拟器。哎呦，这边米菲会不会偷装针孔啊？搞不好就在某一个地方。啊，米菲母汤哦。啊，其实我们米菲很老司机的，不要看他好像很粉红一样。哎、欸，我本来就很粉红啊，对不对？真的吗？哦，真的、啊、真的、啊。那你说说看，这个浴缸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纸片跟纸片跟小白的 love love 小窝啊。哦，原来如此啊！那我们是不是玷污了？快出来，快出来！泡情侣浴缸的鸳鸯浴啊！啊，好棒的！这只有米菲才想得出来。家庭豪华套房哦，对啊，哇，堂屋啊，所以全家人一起下来泡的意思吗？对啊，很棒哦，是啊，这还是悟性帮我改建那个，不然原本我不知道要怎么用，是不是该睡个觉了？好，该睡个觉，睡觉时间。哎、欸，那、啊、我的床嘞？我看到一个好好的东西， okay. 什么？你都摔下床了吗？睡姿不太好，摔下床，瞬间。开店咯耶、yeah, 门锁起来了打脸的门哎、欸、怎么会有哦玩家的头哎、欸、对啊对啊、哦、因为每一个人的头都在上面所以你把那个旗帜搬上来啦对啊对啊然后还叫出了他们的人头他们每一个都是要贡献于我的、啊、是不是哇你一说来了之后就走不掉了吗哦，到时候路也要创造你自己的个人旗帜哦。OK， 然后我的头就要割下来放在这里了。对，也有可能是我的收藏品。好，好，那我就在那边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哎、欸，这边米菲，究竟这个房子你想盖什么？还没有问过哎、欸。这个吗？嘿，这个我是哎、欸，为什么上面这边有缺口啊？哦、我现在才发现我没盖完呢、欸。米菲没盖完。漏水屋经费不足齁这边有人想做乐园你看这边 你只要用出一个船有没有然后从这边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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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然后这边的时候下去就有一种下水道的感觉真的很好玩信仰之跳哦哇耶他差一点就摔他不会进去一点还活着不会啦，吓死了！这个都经过这个细微的计算啊，绝对没有问题。哇哇，这个村庄还要再介绍后面两栋房子吗？要不要跳过那两栋啊？跳过吧，太多了。嗯，好大一个地方啊！真的，我们直接来看我上一集跟米菲一起盖出来的海带农场。哦，农场。这个米菲，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它长得怎么那么像村民的鼻子啊？啊！你没发现多了一个很大的机构吗？哎、欸，对耶，这个上次没有吧？怎么会没有呢？对啊，这个是我刚刚盖出来的。然后我们的路，你对着这个音阶盒点一下右键。右键哦哦，我就开始采收了。
我们的海带就会往上飘，然后机器就复位了。那海带会飘到哪里去啊？最上面会有个水流冲到左边，我们站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海带下来的样子。好厉害哦！哇，真的耶！对，然后海带理论上应该会进箱子吧？我看看有没有进箱子。我来看一下。哦，好像有哦，但是海带有在烧吗？哎，我看到了。哎，有，开始在烧了，开始在烧了。哇！自动化，超强的、欸！哇塞，這個、真的自动化了、欸！我们上次其实只有盖出这个建筑，没有盖出左边这个，这个是悟星后来自己盖的。对，不过说海带是自动化，但燃料自己放啊。我还没有设告示牌，就左边是任何可以吃的食物，然后右边是放燃料。所以像米菲啊，你要烤什么牛排、马铃薯，就可以放左边的箱子。或是烤悟星啊之类的。哦，那个需要火盆，不是用这个烤。哦，原来笔记。而且这个东西很方便啊、哦，它不只是可以烤食物，还创造工作机会。啊哈，哦，怎么说？你可以看到这边一大堆的屠夫。哦，他们全部都是绑定烟熏炉的、啊。哦，我一开始没注意到，我放完之后，突然一大堆的村民跑过来。那在抢饭碗啊，因为最近那个村民的工作都很难拿到、啊、是不是我们村庄一大堆的那个新没有职业的村民，大家都没有办法赚二十二 K， 失业率很高、哦、好可怜。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就是偶尔把海带干拿起来合成海带团块，然后再放进去就可以了、uh-huh. 然后哦，烟熏炉还有第三个效果，就是它可以帮我们赚经验值，就是这边有拉杆，对不对？这个拉杆作用就是我们可以暂时锁住、这个烟熏炉，它下面其实有漏斗，然后其实有东西在烧啊，来继续烧，就是它不会掉下去就对了。应该是说等烟熏炉有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要把经验值拿出来的话，必须要靠玩家手动把那个产物拿出来才会有经验值。嗯，所以现在没有海带，我再来一些海带。哇，我过去了，本来要示范，结果东西都烤完了，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呢。对啊，哎呦，啊，被推过来了。所以有海带吗、没有。米菲，你身上有没有可以烤的食物啊？有马铃薯。那里可以放在其中一个烟熏炉吗？可以啊，可以啊。哦，它在烧哎，它在烧哎。怎么有人在痛痛的感觉？好，所以现在你看要烤了吗？那某一个人，你拿一下那个烤马铃薯，然后你看一下你得到多少经验值。烤马铃薯，米菲烤两个。应该说不是米菲，你有拿到多少经验值吗？他没有写。我试试看，还是路来试试看好了。左边这个马铃薯，对，哦，有嘞，升级了，我现在二级了。哦，升到两等经验值，那。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反正呢，就是我们熔炉它虽然是烤东西，但它经验值其实会存在那个烟熏炉里面，它们不会消失。哦。但是我们要拿经验，对，但是我们要拿经验值，就要用这个手动拿出来的方法。啊哈。所以说，这个烟熏炉可以最高可以存到三十等以上都不成问题。打开就瞬间三十级哦。对，然后搭配那个什么经验修补有没有？你手上只要拿工具，然后拿经验值，马上就修满。哇，太棒了吧！所以这个也算半个经验塔啦，还蛮方便的。那我要烤生鸡肉跟生牛肉，所以你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那个箱子就可以让它继续烤啦。哎，好方便哦！哎，我觉得这样不错。对，只是偶尔要注意一下燃料够不够啊。哦，它燃料会不见吗？因为燃料不是自动化的，我们要手动补充进去才行。哦，可是烤很快耶，就是，是不是？怎么不见了？它烤的怎么不见了？放在那个材料箱，不是那个产物箱。哦，哇，棒哦！啊，好了，我决定我要回答一下刚刚观众提问了。
那个就是靠巧克力啊。你还记得最早最早那个空 building game？ 不是不是，那个有一个空脑生存，有个游戏是盖Sky War， 盖方块的 building game 啊，突然忘记那个名字。中文有个翻译很好听的，叫做什么？方块突袭吗？哦，天空突袭。哦，天对，天空突袭战，对对对对对。啊，对，那是那个时候吗？那时候的巧克力不是帮你找来五秋凤群组吗？我记得我第一次玩是 Building Game 哎、欸。哦，应该说我跟你相遇的时候，第一次是在那一集啊。哦。对，你不一定是第一次参加五秋凤，但是你我们两个刚好是遇到，嗯，对对对，是在那个天空突袭战的时候，存、哦、也太多。啊是不是？所以那时候认识了，然后也不知道是谁主动找谁那个拍片，然后就这样子啦，是不是？是啊。那话说再回来，我跟鹿第一次相遇是什么时候呢？哎，是拍是那个吧？拍哪一集呢？那个哎，是应该是那个末日幸存者。末日幸哎，末日幸存者吗？还是说更早之前就啊？我更早之前一起拍片是末日幸存者。哦，然后在之前好像我忘记在什么地方有那个嘿有聊天，但是哎，第一次对应该是末日幸存者没有错，第一次一起拍影片。哇，路记得比我还清楚呢。哦。应该说跟路拍过太多太多太多，都已经忘记最早是什么时候了。真的蛮多影片的，啊，蛮多的，而且类型很杂乱，都无法记忆。很多的模组和地图。对呀、啊，啊，我们终于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吗，米菲？啊哈，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要干什么？今天要去。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陆地上生存太久了，觉得有点晕路呢。晕路，好晕啊！你看那个村民这么开心的一直在旋转，啊，这是我现在内心的心境，是不是？所以路上太久了，我们会怀念起我们第一集生存时候的海岛生存。对啊。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呢，想要重回海上的冒险。因为 1.13 开始啊，不是会有一大堆的海中的宝藏吗？哦，是不是？除了海底鸡可以吃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海底的宝藏哦。那么今天的目标就是回到刚刚路出生点那个地方继续探险嘛。OK OK， 只是好像快晚上了耶，我们花个几分钟时间准备一下，我们明天白天就可以出发啦。哦。我杀一下牛哦。好啊，我们可能要准备一下船啊什么的。啊，路、啊、我们所有的箱子资源你都可以拿，不管是谁家的资源啊。拿光吗？好、哦、啊。不过你背拿光，我怎么有点害怕？背包也拿不了那么多东西啦。啊。对啊，你也可以来我家拿东西也行。哇。个人的强迫症一定要整理好。上次给你们看，上次的装。哎、哦欸，坐船的话是交啊、哦，我没有任何的船剩下来。看你要不要什么武器呀、啊，或弩。嗯，我在找绿宝石。绿宝石在哪？绿宝石是宝石、矿粉、矿块这一块，这个箱子。啊，好，我就全部接收了，还有钻石。OK， 拜拜。偷窃大盗。我找到 Diamond， 小心啊！小心，我就这样子。其实你不一定要钻石啊，你可以直接跟村民买钻石剑，还有裤子跟鞋子。剑石的话也可以跟剑石那个制剑师买，还蛮划算的、哦。对啊，那一次可以买很多。OK 的，我也有一把剑了，我现在全套装备都有了。好哦，那哎。坐个船吧，我发现我好像没有船。船，然后记得要带木头。木头哟，我有带木头。然后哇，我发现一个重点是，
我们似乎都没有水下呼吸的附魔呢。哎，对，我们好像没有附魔哎。没有附魔台，还是说我们变成做木门啊？还是要拿甘蔗？哦，不可以啊，要拿甘蔗吗？拿甘蔗可以呼吸啊。甘蔗现在可以种在水里面哦，只要是泥土跟沙子。嗯，然后呢？然后甘蔗本身它是空气方块啊，所以可以在甘蔗里面呼吸。哦，哈哈，我以为是拿一根甘蔗，然后填到水里。你刚问的时候，我突然甘蔗呼吸，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左下角，我说：“嗯，我拿着甘蔗，呼吸。”是你要当潜水员吗？感觉挺棒的。啊，直接就是当空气方块啦，我看还是做门好了。门，欸，如果用水下呼吸的话，它是可以一直呼吸，还是有时间限制？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哦，只是可以撑比较久的啦。那要用门哦，好，你们有需要门吗？欸，做一些啊。啊，对了，我们也做一些南瓜灯吧。南瓜灯？对呀，因为它可以放在水里面。哦，好啊，好啊，好啊，可以啊。我这边很多南瓜。鹿知道现在要怎么做南瓜灯吗？嗯，不知道怎么做。来来来，你来猜猜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生出南瓜灯？要在哪边做？直接在这边做哦。在这里？这里？没有啊，就是试试看。哦，南瓜灯。这样算吗？哦，没有，我要灯笼。灯笼好啊，那就这样。哦，灯笼完成。哦，是南瓜灯笼哎。哇，结果米菲没有看到这个场景。啊、哦，我在我家。No， 没有啦。现在南瓜好像因为采收起来它，你会发现它不是没有脸的。嗯，没有脸的南瓜好像没办法直接做成灯，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嗯哼，要雕刻它，把它雕出来，刻它的脸。怎么雕？有剪刀哦，然后来我放南瓜种子，哎，这声音超棒的。嗯，然后来，然后就可以再把它敲掉，然后再拿去合成。啊，实际上就是变得有点麻烦啊。然后来要怎么合成？火把在下面，然后南瓜脸在上面。火把在下面。哦，有了，耶！我就有南瓜灯了。好吧，我们多做一点吧，这样子才可以在水下看到东西。OK。看看，哎，我还有一个剪刀。嘿。太多了，我在想投射，应该说发射器，不晓得能不能使用剪刀来自动剪南瓜，不然有点麻烦啊。哇，这么高级啊。我记得现在剪刀可以放在那个发射器里面剪羊毛。完全都真的假的？真的，完全不像原版麦块会推出的功能啊。真的方便了吧？那米菲可以来研究看看红石啊，是不是？想推坑我？对，没这么容易啊！请万能的观众教你。哇哦！而且鹿，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南瓜灯可以直接悬空放？可以吗？你刚刚不是做了吗？啊，有吗？我刚才有把它叠起来啊。但是你不是有这样子吗？嗯，这样子是悬空啊。哦，可以悬空放置漂浮的南瓜。以前还要垫个方块，超麻烦的。嗯，米菲准备好了吗？好的。鹿，你有没有准备船啊？我这边有一艘，也不知道是谁的。哦，啊，没关系，应该是水上摩托车下来的。啊？水上摩托车，这边水上应该说观光小湖吧，一堆的那个船，就带一艘走。
OK， 那就这烧了吧。带走，我们来看一下。打包带走。看一下米菲准备好了，米菲准备好了。对啊。耶、yeah, ，我去探险喽，拜拜。拜拜。路要去哪？哦，你沿着河一直走的话，可以走到一个沼泽哦。啊哈，哪个方向？那个哪个方向？我想想看啊、哦，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是哪一边？等下回不来怎么办？我觉得会。哦，你在哪？你这里有个小桥啊，过小桥了，会丢了，所以。其实桥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耶，在这个粉红大楼的旁边啊。那个桥过去是史莱姆农场啦。史莱姆农场？对哦，还是你想看一下史莱姆农场？哦，在哪里？不是史莱姆 Rancher。但是现在是晚上嘞，应该没差啦，我们来过去看看。耶、yeah, ！哦，这艘船要打掉吗？打掉吧，因为等一下要从地狱过去，然后你就会看到一堆僵尸。OK， 他们想要找皮卡丘玩。嗯，这里吗？没有错，那这个是 AFK 农场。AFK， 对，你看战敌农场吗？好多史莱姆球啊！史莱姆啊，在哪里？史莱姆？你可以跳上来看，这边其实是有个水电梯的，嗯，然后那地底下我挖了很大的空间可以生史莱姆，然后它就会从水电梯坐电梯上来，然后自己自投罗网。哦，这好帅气啊！是不是 ？AFK，、那但是效率其实差强人意啦，不算最高。完了，我也进去了。你是怎么进去啦、啊？我不是有铺栅栏吗？我不知道，我就我下去下面冒险了。耶！哎，我要怎么走？救我！有了，谢了。哎，我们路居然塞得进去，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下来的，啊、神秘的。哎，米菲在哪？我们要去找米菲了。好，我在我的农场。你的史莱姆农场吗？对啊，我的史莱姆小农场。Slime Rancher。嗯，米菲，你有玩过 Slime Rancher 吗？没有哎、欸。是哦，它是一个非常可爱风格的小游戏。有粉红色吗？好像有，好像有。最一开始的史莱姆就是粉红色的。真的假的？然后你可以把所有史莱姆跟它合成，全部都变粉红色的，可以配种哦。这个很棒哎，一定是个好游戏。是不是？有它实在是太火红了，火红到会造成困扰。真的假的？就比如说以前观众说，什么时候玩 Minecraft， 然后就变成什么时候玩史莱姆农场。真的假的？有那么夸张？嗯，还蛮好玩的，蛮好玩的。是不错啦，雨菲，你好了吗？好，我把小牛牛喂。为什么他们不会跳出来啊？哦，这个他们觉得这个是过不去的，他们不会跳，只有玩家才有办法跳。哦，这好厉害哦！他们都被我控制了。连其他的怪物啊，什么僵尸都不会踩过来。那这个是什么？这一块是什么？哪一块？就是我们踩的这一块，这块是什么东西？哦、羊毛地毯。羊毛地毯哦，学起来了，方便哦。嗯，啊，我们刚好也白天都不用睡觉，我们来去地狱吧。那米菲，我们是要先从哪里过去比较好啊？哪一边比较近啊？就是出生点呢，还是第一据点呢？出生点还是第一据点啊？我们还是去第一据点好了，可以让路看一下我们米菲功法。OK。